主料：粉条200克，大头菜3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葱花、辣椒、酱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将大头菜切丝，粉条入沸水烫3分钟，捞出，炒锅放油、葱花香锅，将大头菜和辣椒放入锅中翻炒，加入粉条，炒3分钟，加入盐、酱油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大火快炒5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